这个嚼劲是十足啊，都会弹回来的。酒桶卡喝酒，物语又暴击吗？再加上一个不死之握的效果，哇哦！再回血，看起来很舒服。亮这场是打人品的。小亮前面的吃兵也是大概领先了。哦，踹上去很凶，开扁，杀得到吗？我还是让。是不是看我们亮没有啊？小亮有鬼步闪现的。这个真的被杀到，感觉亮是要背锅吗？有点浮夸。 但是我有个过来了，亮等我，虎啸龙鹰还是中了，这里撑时间，旋风斩跟上交闪，这边的话虎啸也是反逼了对方的召唤师晋级一下，他上6的时间点可能会比较快，因为他刚中路经过也蹭了一波，这波也蹭了一波，还定到，我直接定两个，然后交点燃，想要直接抓 Ben 2， 再给一个兽魂轰拳拆一下，拆一下，呜，不过这招奥利要来了，想要直接硬配吗？哇，这个兵有点多哎。 一闪，乱交闪，预示者会往哪路丢了？他得去做好 cover， 不能再被对方拿到太过多的经济。哦，这里想抓挖口，挖口是没闪的，有进化闪现，一直没中。日文圣芒进化节踢出来，闪现虎啸龙鹰挖口倒地，手杀落在了 HG 的手上。所以这已经算是挺安全的，但对方这样子硬杀的话，交了两个闪现已经是够有诚意。哎，被顶下来，哦，炸回来，炸回来，不死的怒火，鬼不开启 ，ICU 给你个赞。有办法一闪吗？这个魔够吗？一闪，哎，没接闪，找到了亮的破绽啊。 不过我们这波看的是下路。对，其实挖口这个位置已经赚的算是蛮靠后的，但因为没闪现，对，那李信这边就是硬杀嘛。那下闪现踢，而且抓准的是挖口，他其实闪现也快要下龙出的时候，应该是还来不及。哎，还来不及，还来不及。这个 ICU 这个 TP 就一定要哎闪拉啊，一闪抱回来，接过来，各种的控制，踩到了夹子，但呼下拿下了 N 好。哇，接着真好，哇，还有吗？再来三分兔进到了塔下，就是有敏智。 将 Ben 2给击杀，搭配着这波推线直接推掉拿手塔了。哇，这个闪拉，其实 Ben 2的反应已经很快嘞，他看到对方冲上来的瞬间就马上交闪了，但恩豪被爆了回去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反应其实已经很极限了，但没办法，辅助这边是没闪，上一波在抓挖口的时候把闪现交掉了。那阿卡丽这波是直接没有把线推完就先靠了一波，然后再搭配变身的维尔哥直接再收这颗头。之后换面回去塔应该已经掉了，应该是给了，应该是给了。 只能都给啦，没办法。这个上比赛想偷偷看进来啊，没偷到，那这里要打起来喽，拉两个，两边都交了一个 TP， 这边直接一个越影中炮的定人，呼小开始变身，阿卡丽，然后这边是阿卡丽的进场，呼小已经拿下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继续的晋级，直接一个无暇追击蓝无影去无踪，没中，可惜这个中就死了。他自己去就好了。 还是就不要，我是觉得就不要投，因为这里可能这个血量太诱人了。你看1300，香，偷看好了，哇，33D 中枢，然后刚好 Kino 的位置拉到两个人，然后搭配着挖口进来，越影重炮留到李信，收到第一颗头，威尔哥就可以发挥了嘛。然后后面阿卡丽切来的位置也很漂亮，比较可惜的是最后这个一没中啊，一到应该就死了。Q1，哎呀，可惜了。我 Ben 2的走位是真的好，在上周他的不交 T 就要给嘞。 亮这边很残忍，想留他、欸，因为呼甩要来了，想塔杀，哎、欸，亮炸回塔下。亮这边是小丑了一点，这里是完全磨干，这里让亮扛塔吧。他有不死的怒火，我来了，我这场就是来扛塔的。哦，躲这个晕可以啊 ，ICU 这边处理的很好，但我觉得这里还是亮比较可惜的地方啦，前面把血卖的太低了，不然被顶回去。 看起来在酒桶处理蛮王这个点上 ，ICU 我这边交 TP 回来了，想打吗？我有队友知道亮这次没有不死的怒火了，来看一下自己的 Q 1没中，这个晕漂亮啊，被一个 W 给挡住了。哇，那这个 TP 就没了，再一个还是没中，侧面的。哇，这 AD 是可能会。Kino 来了，要来喽，要开了。这里直接闪现爆，爆到阵型正中央。但是往前一推的话，瑞玛的墙壁是把对方给推走。但这时候的话，边兔准备开始输出，正好是倒地，但布下开始变身，然后小亮是直接转了进来。 这边的话，虽然辅助倒地，但边度的话也是要被亚菲利奥给一枪轰倒。奥利奥还想要换人头，来了一个自己的神龙摆尾，但是瓦寇已经拿下了一个 double， 后面还有敏智赶到，最后只有瓦寇拿下 triple kill。哇，这一波！哦，这边可以再看一下，你看 Kino 这边看到对方的位置一不好，阿卡丽在右边直接冲过来，虽然控制到人并不多，但你看阿卡丽跟蛮王基本上是同时间杀到对方后排，你推掉一个阿卡丽，但你后续的蛮王你就顶不住了。 哇，这波只能说真的是阵容上面啦，就是只要 BYG 有成功绕到，每波的团战画面应该都是长这样。后面现在这个李金想要秀一波，但 Kino 这边也很细节，帮忙挡 Q， 不让他去 Q 到挖口，很绝望。对，那最后是一个 double 跟 triple， 这里想要一个蹲点尝试看看，挖口是没闪的。 想要抓，但是 Kino 直接硬爆，我们俩的一个 TP， 球童一个肚子进来，但侧边的一个烟火爆炸，这边敏智直接一个 Q 技能轻松的拿掉了李信的人头。后面的话虽然把阿卡丽给推开，但是挖口直接各种的输出拿下了 double， 再往前一个剁，最后是 triple Q 的挖口，开砍，再加上开砍的小亮，一刀两刀，这个 ace BYG 轻松拿下。 擒拿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真的是看 Kino 没有哎、欸。这里蹲点，看 Q1 Q2 到嘛？他的眼有出去啦。你看出去啊，被包下来了，然后这波就没了。他这个不是想法很多，是他想太少，他没有想到那个 Kino 会把他断下来。Kino 有很多方式可以断他，有大有一哎、欸，他有两个手段可以断他，而且其实挖口也有狂风之力，所以真的要被踢回来也没那么容易。那后续就是一波不好的开团，就后面的团战也就。 没什么机会。罗丹一回来的话，突然小亮倒了。这边的话，阿奇尔开始疯狂的抽插，不过往前又是敏智的一个时间，直接拿下了一个 double。虽然说被球童给换掉，不过后续啊，贝杜开始疯狂拉打，胖婷婷狂躁的被动，打了一个兽人后面，这时候挖苦赶到，直接小亮硬换，就是直接换掉了吉林克斯。吉林克斯倒地，剩一块肉的 ICU 只能落荒而逃。这里有就一波吗？如果不行的话。 哦，小亮，小亮想砍人了，想皮呀！亮的刀想要见血，来喽，开砍！安安先吃你个，哎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哎，道歉，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被控制了。这也没闪啊，被控到死了啊！就这边踹，哇，被凌虐，他飞来飞去。哇，但还好，我得说敏智这波打得很好啊，他这一波的爆发有打出来，那也成功拖到了挖狗过来。挖狗这边应该是闪现加狂风之力把这波收完的。 狂风闪现，越影重炮，而且我得说，挖狗这个枪控得很好，他刚好冲过去，越影重炮定到的瞬间马上换枪，多做有没有？不如都不做，你都不要太努力，真的不要太努力。他预示者那一波踢出去嘛，然后出事了嘛，啊，刚刚那一波想要踢挖口，哎，又出事了，啊，又抓亮，对，有的时候 Q1 如果没那么准的话，反而还不好秀哎，这样抓得死吗？抓不死啊，这个泰达有点滑溜，这个有水龙魂呐，然后。 闪现也快好了，应该是抓不死。我先砍兵营，砍完兵营之后连人一起砍。而且挖口的位置站得很好啊，也不会被恰恰或者是 N 号给开到。好，那这里中下都爆啦，有点人手不够了，被疯狂的牵扯。哦，这个已经在推主堡啦，他已经砍到门牙塔啦。一个爆破打出来。我刚刚那个右边那个兵营复活，我直接跳出来，因为我吓到，我想说有人按投降。哇，小亮这场玩得好开心啊！想推，哎，九筒来了。 往前一个肚子，日轮圣芒各种的控弹炸弹没中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还是拿下了挖口。炸弹家里要没啦！哇，这里的话有不死人怒火，感觉是可以直接鼻地的吗？但最后的话交了一个旋风斩，这个阿卡没有进温泉。那最后的话再一个苏瑞玛的推，不过侧边的话珠宝已经要爆炸，我们恭喜 BYG 拿下了这场比赛。啊，最后。